这对70后明星夫妇就是辛柏青和朱媛媛。的确，很多人对于这两个名字可以说是比较陌生吧，因为他们就是属于那种戏红人不红的演员。首先来介绍辛柏青。辛柏青1995年正式出道的，出演的影视剧不是很多，但是作品都非常的引人喜欢，比如《幸福像花儿一样》《幸福密码》等。朱媛媛1995年正式出道，一出道就合作大牌陈道明和徐帆，在1998年更是凭借《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拿下了春燕奖优秀女主角奖和金鹰奖观众最喜爱的女主角奖两个大奖，一举成名。2009年播出的谍战剧《潜伏》，《潜伏》主要讲述1945年初国民党军统总部情报处的余则成弃暗投明，成为潜伏在军统处地下党的故事。本来原定男女主角是由辛柏青和朱媛媛夫妇来演的，但是因为老婆朱媛媛当时刚好怀孕，所以两个人无奈只能双双谢绝了这两个角色，最后花落到了孙红雷和姚晨上来。所以理论上来说，孙红雷和姚晨最该感谢他们，不张扬的一对娱乐圈好夫妻，他俩演的每部戏都很好看，不用大红大紫，平淡人生最好。祝辛柏青和朱媛媛永远幸福下去。